A magic square is a table of number in which the sum of the three number along each horizontal row, vertical column 和 diagonal is equal， 就是它的横的全部加起来，直的全部加起来，斜的全部加起来都会是一样的。OK， 好，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就 diagram show a incomplete magic square。Based on the diagram, form the equation in terms of x and y. 所以我的这个 x 加 3y 加 2x， 还有我的这一边，就是说这三个加起来，然后还有这三个加起来，然后甚至是我还有下面的这三个加起来，它们的 value 都是会一样的。然后可是呢，在这一些里面呢，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 xy， 这个是 non-linear 的，其他的都是 linear 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等于这个，然后这个等于这个，这个等于这个，然后这三 pair 里面呢，我们这一 pair 一定要有 ，OK， 因为我一定要有一 pair linear 的，你不可以拿这一 pair 了，然后又拿这一 pair， 这样你两 pair 都是 non-linear， 你就做不到了。所以在这一边呢，我有 x 加 3y 加 2x 等于 2x 加 y 加 4x，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 2x 跟 2x 我可以丢掉，然后我把这个搬过去，这个搬过来，所以我就 3y 减 y 我就拿到 2y， 然后 4x 减 x 我拿到的是 3x。 OK， 好，我这边我不要处理它先，我看等下放 x 还是放 y 比较容易，我再来处理。OK， 另外的这一边呢，我拿这一个就 3x 加 3y 等于这一个，没有这样美，我拿这一边，我的这一个，我的 2x 加 y 加 4x 会是等于 4x 加 12x 加 xy， 然后我的 4x 4x 一样吗？ OK， 我搬过来它就减掉了。 OK， 所以这样搬过来就减掉了。 OK， 好，然后我们就有这一个它的全部一起乘2吧，我全部一起乘2，让这个变不见，那个二分之一变不见，所以我有 4x 加 2y 等于 x 加 2xy， 然后把这个搬过来，所以我就有 3x 等于3x 加 2y 等于 2xy， 这个是我 equation 2。哇，其实你厉害的话呢，你看这边 3x 可以直接把 2y 放进去了的，但是不可以，因为我这边都有 x 都有 y 这样嘛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选择 y 吧， y 等于 3x per 2， 这个是 equation 1。 然后我就 sub e into 2的时候， OK， 我就有这个 3x 加2括弧那个 3x per 2，3x per 2， 然后加 2x 3x per 2， 然后我的这个 per 2 per 2越 per 2 per 2越，所以我这边会变成 3x 加 3x 等于刚刚这边是等于啊， OK， 好，然后它会是等于 3x square，所以 6x 等于 3x square， 我把它全部一起除 2， 所以我就有除 3， 然后再把这个搬过来， x square 减 2x 等于 0， 然后 x 抽出来， x 减2等于 0， x 等于 0， 然后 x 减2等于 0， x 等于 2， OK， 好。然后在这一边呢，题目是没有讲，如果我的 x 等于0的话，这边零零零零零，然后过后它的那个 y 呢， y 也会变成零，全部都是零啊，零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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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零零零，全部都是零，这样它就是其实也是一个solution之一啦。 OK， OK， based on the answer in B， 然后 construct a magic square。OK， so 我的 x 等于0的时候，我的 y 等于那个3乘0 per 2也是 0， 所以它全部都会变成 0， 这样这个我 reject 掉它吧。 OK， 还是要留着呢， OK 啊，留着啦，留着啦，这样全部都变成0000000了咯，这样
这样就其中一个 solution 是蛮没有意义的一个 solution 啊，就是说我这一边，然后我这样的这一个，如果我刚刚的那个零零我留的话，就 x 等于零 ，y 等于零，然后它全部都是零哦，然后零加零等于零，零加零等于零，这样全部都是零。题目又没有讲那个 x 跟 y 不可以是等于零哦，那它这样如果 x 跟 y， 但是 x 跟 y 是都是零的话，其实是蛮没有意义的啦。但是算了，我们当做它是零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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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，这一个是第一个答案哦 ，x 等于零零零零 ，y 等于零，全部都是零，零加零都是零 ，OK 好。然后 x 等于二的时候呢 ，y 等于三乘二除二，然后我拿到的是三 ，OK， 所以 x 等于二 ，y 等于三 ，x 等于二的时候，这个是二，然后二三 ，OK， 这一边我就我缩小它吧 ，OK， 好，所以我的 x 等于二。然后 y 等于三二二四，然后四二八，然后二分之一乘二它就一，然后三三九，二三六 ，OK， 十五，然后十五，然后八七十五，所以我在这一边就二加六，二加六八加七十五。九加一十再加五十五，然后四加三加八十五，然后八加二加五十五，六加四十加五十五，然后过后就七加三加五十五，六加一七加八十五，然后十五就横直斜全部都是十五 ，OK， 其实它这一个是一到。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，OK， 那一个什么，它有那一个口诀的，其实中文那一边什么二六为肩，然后四八为什么腿之类这样的东西，没有背那个口诀啊，我朋友有背，小时候的时候有玩过这样的游戏。